嗨，我是海妈。曾几何时，曾经收到一条提问，说什么花可以开365天，从来不停歇，有机维护已打理，自动凋零，残花不需要怎么修剪呢？对，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有一种花是塑料做的，请了解一下。其实我是很想正经的来回答这个问题，那我想一下啊，黄金菊、荷叶大吉、香雪球、鸡小菊、熊猫锦，基本可以这么说，但是对气候有要求，像这个荷叶大吉，你看放到冰天雪地里，它肯定是不行的。所以呢，就是喜欢温润的、舒适一点的气候，就在成都，它也可以开够365天。它主要的用途是做组合盆栽，就是一个小型的、微型的组合盆栽，它就可以栽种这种株型特别紧凑、种植很多时间，这一片都是已经被我遗忘了、卖不出去的荷叶大吉。想起喷点水完事儿，它就开成了这么大一片。这个植物呢，它本身的观赏性不是特别强烈，你不会像芍药、牡丹夸奖它的层层叠叠和妖娆，或者说是富贵，但是它在组合盆栽里面就是提亮整个组合盆栽的存在，因为它全年都有花呀，一直在开呀，而且雪白洁白无瑕，姿态又很自然，几乎没有叶子，全部都是花。对，这个植物就叫荷叶大吉，介绍给你们认识一下。好了，关注海妈陪你种花，拜拜。